好，我现在开始给这个录音，录像配音啊。这个星期主要是辨认词组，好人认出来了。那下一个能不能认出来呢？好吃喝应该是啊，好吃喝也辨认出来了，这有点问题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那么下一个词组，这第三个选手，你看蓝的在左下角，喝太热是不是也一个词组呢？好，也辨认出来了。不多不少三个字，那下一个，好，我们发现它中间又换了几个词，换了几次这个吃喝的问题哈，那这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一共是五个字，那么现在出了六个字，热肉肉，喝吃酒，肉字多了一次，这就是个问题这儿还同样的问题，这儿没问题，这热字是老字是没问题的，好。这就是这个星期的进展。那下一星期呢，我们尽量把这些问题解决掉，再往下就开始，查字典。谢谢。